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&K Camera 的 Frankie。 由2018年开始，我们拍摄了很多影片，介绍一些摄影器材相关的教学，特别在 Leica 的器材方面做一些介绍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，当中介绍的内容可能未必涉及到你想知道的内容。其实你可以在这里留言，想知道一些什么东西，我们尽量去满足到你的。胜在呢，我哋 Leica 嘅器材呢就比较齐全啦，作起比较嘅时候呢就比较方便啦。尤其呢 Leica 嘅种类繁多啦，可能同一样嘅制式啦，假设係 31.4 嚟讲呢，都可以有好多嘅版本嘅。当中嘅版本嘅唔同呢，特色呢亦都有分别嘅。当然啦，喺价钱方面呢有好大嘅落差。作为一个新手啦，或者係用咗一段时间嘅朋友嚟讲呢，可能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情。所以呢，你就唔好问我边一支镜头好或者係唔好。重点係呢，呢支镜头呢适唔适合你啦。用影片呢介绍一支镜头呢，相信係最简单直接啦。不过唔係每一个影片呢都係可以针对到你嘅问题嘅。所以最直接嘅方法呢就係联络我哋啦。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。咁我就有 WeChat 呢同埋 WhatsApp 嘅。咁最好呢梗係亲我哋嘅铺头啦，我哋又唔收谈话费嘅。如果过嚟我哋嘅铺头咧，其实系非常简单，无论系旺角或者系中环嘅分店咧，都可以嘅。咁唔需要记住我哋公司嘅名字，又或者连我嘅名唔记得都冇问题，因为咧喺铺头门口咧就有一张大大张嘅 poster 咧显示咗我个样噶啦。如果你睇开我个 YouTube 片嘅话咧，相信你对我个样咧一定唔会陌生。除咗我之外咧，其他各位同事咧对 Leica 嘅产品咧亦都非常认识。他们可以细心解答你们的问题，将最适合的产品介绍给你们的。好了，这个是新年之后的第一条影片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还有龙马精神的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